然后很开心这15分钟有妖姬来陪伴大家哦。喜欢妖姬的话给妖姬走下关注，手机用户左上角，电脑用户右下方，点这儿的通知和这儿的通知，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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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说完我笑了，情不自禁的笑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好开心哦。好了，那我们来第一支任务吧。第一个来的话，我们来红昭院好吗？我们看红昭院。992星星秀，燃爆星星就在这里，我是本档接档主播妖姬，喜欢妖姬的话可以点下关注，手机用户左上角，电脑用户右下方。谢谢梦晓，谢谢我们的那个景哥哥，哎，紫薯哥哥丢了，又丢了，谢谢哥哥们。我发现是不是我太温柔了，哥哥们是不是我太温柔了，我叫半天点个关注一个关注都不给我点，是不是我太温柔了，一个观众都没点，刚才
行了，我要上我的大喇叭了，都不给我点关注，九九二的哥哥们给我点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好不好？点关注不迷路，妖姬带你上大树，点关注不迷路，妖姬带你回家住。啊，好了，我感觉了，点关注这个东西，小姐姐给你点，真的，我吼半天是不是我太温柔了？是不是我今天对你们都太好了，太温柔，你们都不知道给我点关注了？哎，谢谢谢谢我们家美女姐姐给妖姬点关注，等会儿妖姬带你回家吃桃子，给你点一个免得你打你的。我点还不行吗？你别点了，大哥，我知道你是大哥，你别点了，你再点你就把我给点丢了，点一下就行了，手机用户左上角，我电脑用户那个洞，不，那个框框框框勾一下就行了。突然感觉我一个荷兰妹子变东北妹子，我还在浙江生活呢。哥哥们点关注吗？不然把我给逼急了，我就变东北的了。然后那咱们来第二支吧，我看这样子咱们不跳也不行，跳吧也不行，那咱们来吧，接着来吧。英姐你可别笑了，我现在这个心灵啊急需安慰，急需安慰，真的再这么下去，我这幼小的心灵都变成老顶了。哎，我们再来一支舞吧，再来一支吧。跳啥舞呢？哈喽来这跳啥舞？你想看啥舞啊？你想看啥？我给你点了，谢谢我林姐。再要不再给你开个号来点？那是我现在搁这农麦，你给我点了，我还没有离开球球，咔嚓全部取消了，还不如不点了，是不？也不过你现在点也挺好的，为啥呢？至少有人给我点关注啊。我不会了，今夜不会的，不取消。那行，林姐，你有多少号尽管来，你有多少号我都希望你点了，你都给我点了吧，点就完事了呗。我也不知道什么舞，那行，那咱们回家再跳吧，那我跳跳我自己的吧，准吧，我跳我自个儿的吧。竟然必哭，跳一个佛系少女送给我自个儿，都不说点关注，真是扎心啊，太扎心了。咱们来一个佛系少女吧，没关系，你们不给我点也行，为啥呢？等会儿估计刷刷刷的都给我点上了，等我回家也行，是吧？我也不跟你们闹了，闹呗，你们也不理我，是吧？咱们接着来吧。点关注，点关注，点关注不迷路啊！全场两块钱，全场两块钱，我闭麦了。失了忆，每天都是星期几，赖在家里写书了零点一杯苏诺伊，床和游戏每一个都要宠溺，以免他们吃醋妒忌伤了和气，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，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，心机幻想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，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
关注不迷路，欢迎来到992星星秀，燃爆星星就在这里。然后我是本岛接档主播妖精，你们也可以管我叫妖精。手机用户左上角，电脑用户右下方。谢谢我潇洒，谢谢我男人，谢谢我们家锦，谢谢我们家哥哥，谢谢所有哥哥们。然后很开心这15分钟能陪伴992的哥哥们。是993，我还飞呢，我993呢，992也奔过去呢，993，先把992奔过去再说。来，哥哥们，喜欢要记得点关注，手机用户左上角，电脑用户右下方，点关注，点关注不迷路呀！啊，都要说哭了，那可不，比我哭都难受啊！就拿关注了，我跟你说，我温柔的、暴力、爷们的、穷的、母的、公的、雌的、雄的，我都使上了，就是不点。得了，有啥办法呀？哭一个，这时候就要展现我真正的技术了。来，就觉得这么开心的事情，我怎么可能哭呢？哭不出来，哭不出来。就让我被冷风吹。好了，不跟你们玩了，点点关注，点点关注。最后2分钟，我主播北方人，我南方人都不好使，北方人。我是河南郑州的，但我在浙江杭州工作。回头我感觉我可以移民到东北了，我都被你们急的，我都东北了，要不媚一个。你让我妹我就妹。好了，来最后一支舞。啊，咱们回家直接开播，点关注点关注点关注不迷路，要记得你回家住。哎，我们来最后一支舞吧，我也不跟你们叫了，叫也不行也不好使。好了，我点关注。Yeah.